时间哇，这个时候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，那这时候呢赶快来吃这个牛肉饭。不过这牛肉饭是三人份哦，我一个人当然是吃不完，可是如果你是大胃王呢，可以来挑战哦，因为五大碗总共是15人份，也就相当4.5公斤，挑战成功的话还有奖金哦，据说有1000块。为什么你们会推大胃王这个活动？主要我们老板是想推平价美食啊，能吃会吃的大胃王还可以奖金1000元。其实呢，不只是这个店家有推出大胃王哦，像是呢回转寿司呢，他们其实有推出1年1度的大胃王比赛，而且今年的特色是说，如果是3个人一起来挑战的话，全台一起比，盘数最多的还有可能得到最高奖金是6万块哦。不过我们要提醒哦，这个大胃王呢，可能要看情况，也就是要适可而止哦，也就要看你的健康还有你的承受度来再来挑战。以上我们掌握的最新消息。